啊，我想要报仇，这蚊啊真可恶呢！他专门顶我这个皮，我的皮本来就红哦，顶到即马安尼出去，敢会当见着人？哎，这不是霹雳布袋戏的秦假仙吗？他在打什么东西呢？原来今年高高屏区蚊子特别多，一直在秦假仙旁边飞来飞去，秦假仙只好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才不会被蚊子叮到。只是连武功高强的素还真也不小心被蚊子叮到啦。惯性，惯性，一般哎呦，就放进去。手都被蚊子打败，防蚊看这里。疾管局张丰毅局长是特别传授了灭蚊四口诀：清火打，第二个就是斗火打，第三个就干怒火打，第四个就日头干太阳打。对付蚊子要用对方法，素还真与秦假仙决定联手出击，融合四口诀，使出灭蚊绝招——火打啦！我们控制天高的，咱来做回改变。小蜜蜂的绝招，火打啦！要火打啦！现场民众热情响应，张丰毅局长更是带领相关单位联手成立防疫大队，宣誓对抗登革热。清火打，清火打，斗火打，斗火打，怒火打，跑打。防治登革热，谨记四口诀，有效好记，没烦恼。台湾 CDC 综合报道。